皆さん，佢住阿 Q 佢哋，嗨！嚟到今个礼拜都系要温两个文型先。咁咧，我哋仲停留紧喺呢个T字开头嘅文法啦。咁咧，呢个就系第64嘅文法啦。demo tomo tota 前面咧系动词嘅T型啦 ，e 嘅用词咧会唔要个 e 就转呢个 ku 加呢个 demo 啦。然之后名词啦嘅用词咧后边跟呢个 de 嘅有钉钉嘅。咁咧佢意思咧就系表示内心嘅一种想法啦。乜乜嘅话咧都冇所谓嘅，因为本来咧都唔有太大嘅希望噶啦。咁一般咧就用于啲可能性唔系好大嘅事情啦，或者一啲咧挑战过大失败咗嘅时候嘅。咁啊有少少即系失败咗都唔会蚀底啊，咁咧所以就可以勇于尝试咁样嘅意思啦。咁譬如呢度嘅例子啦。ダメでも友取ったから思い切って彼女に告白してみた。就算被拒絕咗啦都冇所謂嘅，於是咧就鼓起勇氣同佢表白啦。咁呢個意思咧就係你可能係預咗會失敗嘅，佢應該都會拒絕你嘅啦。咁但係咧你表白咗啦，咁啊都冇乜損失嘅，咁啊最多做唔成男女朋友嘅啫。咁樣嘅時候咧就可以用呢個文法嘅。咁咧呢一個文型咧前面都好常跟呢一個打咩嘅，係啦。咁你都可以咧接續呢一個打咩木托咁樣嘅。然後第二個文型咧，第二個文型就係でもなんでもない、くもなんともない。前面咧就係名詞或者な嘅用詞加でもなんでもない。い嘅用詞咧就唔要意味轉くら加呢個もなんともない咁樣嘅。咁啊好簡單啦，大家見到呢個なんでもない就顧名思義咧，就係一啲都唔乜乜啦，什麼都乜乜。不乜乜咁样嘅，系一个强烈嘅否定嚟嘅。咁咧呢个一般咧会用于呢个口语上面嘅。譬如呢度嘅例子啦，彼は病気でも何でもない、ただする休みしたいだけかもしれない。佢咧根本就唔係病啦，或者就係想偷懶休息下嘅啫。咁啊，可能係好多人嘅例子啦，即係有時你啲同事冇翻工話發燒咧，其實佢可能唔係病嘅，不過啦就想休息一下啦，所以就今日請咗病假係啦。或者大家本身都有冇試過呢一個情況咧？係咁，我哋今日嘅文型咧就温到呢一度啦。我開始咧覺得佢嗰個demo 後邊嘅接續太多咧，就開始有啲混亂啦。唔知大家有冇同我一樣嘅感受咧？同埋佢哋好似所有啲意思都差唔多咁樣，即係除非有啲譬如頭先嗰個none demo line 咧係特別好記啦。但你話叫我咧突然間去記嗰個 tomo tota 咧？好似揾唔到呢個方法去記，或者如果你有啲咩特別嘅方法可以幫我記嘅話咧，就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啦。如果你中意今日嘅影片咧，記得幫我贊好、訂閱同埋分享出去啦。如果想温山自己嘅朋友咧，可以去我嘅 IG 嘅。咁我哋聽日再見啦，就咁多咧，拜拜。